为各位介绍这项商品是 JSPOP 的碳纤维靶。我们看一下 JSPOP 碳纤维靶，这台车安装的车种是 OK BWS125。 我们看一下 JS 碳纤维靶呢，一样是碳纤维制成，极具轻量化。然后呢，上面的碳纤维纹路是非常的 3D， 非常的明显。这个是粗靶，那粗靶呢，基本上很多人说我的是粗靶，那我的握把会不会装不下去？不会，基本上在这里的尺寸都是一个国际规格，基本上各种的握把都一定几乎是一定可以装的，除非您是很特殊的车种，像进口大型重机的，像比如说像哈雷啊、BMW 啊，或者是说像嬉皮车之类的，那可能这里的直径就会有点不一样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大部分我们国产车的部分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，那把的部分宽度是这组的话是700左右。那 JS 的靶呢，有好几种规格，好几种高度跟尺寸，从680到700到720都有。那基本上常用的像680 for SMAX 或者是700SMAX， 那像700/720 BWS 的麦克仓库机的精品，那我们基本上都会有现货。那喜欢这个 JS 靶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麦克仓库挑选。那本店还有 DMV 的碳纤维靶以及其他品牌碳纤维靶，那也欢迎来选购，谢谢各位。